海滩的感觉去来做开场，所以我觉得很尴尬。我跟你讲，每次没有人的时候，我都在那边很尴尬，就超不会开场。大家有觉得这次的新品非常的丰盛？很多款欸，是应该说很多东西，三页还是四页忘记，因为好像很多的配件。想说现在夏天要到，大家应该准备都要去海滩度假，应该很需要这些单品吧？对啊，我觉得还蛮多，蛮厉害，就是很适合去海边的商品，就是夏天必备的。Aloha， 这应该还好，没有夏威夷的感觉。我觉得很巴厘岛感觉，比较巴厘岛，对，比较去上去巴厘岛。巴厘岛真的很，海岛国家都很适合穿这种。对啊，跟阿甘，因为这款是阿甘的设计，然后阿甘问我说：“你敢穿出去吗？就是你真的敢穿吗？”然后我跟他说：“如果去海边，我真的敢穿啊。为什么不敢穿？因为就是这种东西好像去海边就敢穿了、啊，对啊，好像都变合理化。”洋装很夏天，很适合去海边，没错。这件很好看，我觉得这件要穿上去才会觉得好看。我是这件，其实我是被洋服烧到了，就是原本看起来是还好，就有点 Aloha 的感觉，但是它穿上去之后，我就觉得哇，好像很有度假的巴厘岛的感觉。而且里面只要穿一件比基尼，我就觉得很方便。对啊，现在我这里面是穿比基尼。哦，你里面直接穿比基尼，是，那也很性感哎。可是应该是没有要露的意思，但是我觉得，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好了，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嗨，我们等人多一点之后，我再开始介绍。而且这件穿起来很凉快，好舒服，很舒服，很软。因为它的材质是那种很凉的那种材质、很垂坠，很软。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颜色，我先等大家进来，我先去拿衣服，等一下。大家有在准备要去海边的一些单品吗？因为这礼拜有很多，不只是就是比较偏很多度假感的东西。我另外拿这个火焰鸟的颜色，这看起来就很亮眼，这是另外一个颜色。然后比较喜欢基本比较稍微低调一点点的话，就可以选这个颜色。两个不一样的感觉，对。哎呦，这个叶子很棒哎，我觉得我们那个很搭哎，很搭。我今天后面放了很多草啊什么的，对。好，那应该差不多。今天镜头很近吗？大家看得到全身吗？卡其的系列内身份碎花洋装、哦、等一下可以拿给你们看哪一款啊？我这样看看。今天留言加分享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来去海边吧的 T 恤，然后颜色是任选，这件很可爱耶，就是必备的。对，大家好像都带了这件叫比基尼吧？这件很可爱，我觉得它每个配色都不一样，我觉得都很可爱。对，等一下我会穿这件，那应该差不多，那我就直接介绍。好，还有个麻烦，这款洋装呢，我觉得它是非常舒服，很柔软的材质，然后应该可以看得到全身吗？就是它是这样子的感觉。我是158公分，然后裙长是到我的小腿中间的这个位置。它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绿色青绿色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是蓝色跟红色。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看的，它如果搭对啊杏色的草帽，好像也就是蛮你这样子好像也这样子好像也可以。对，就是如果你比较喜欢低调基本一点的话，你可以选这个颜色。如果你想要比较抢眼的话，就选这个颜色，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它是有另外附绑带的在这边，可是我觉得好像不用绑带可以，就是想比较宽松一点。
比较宽松，因为去海滩好像就是比较以舒服为主，因为很热，你也不想要太束缚。没有口袋哦，它没有口袋，然后你就可以直接里面穿比基尼，然后直接这样一整件这样套下去，很快，很凉快。没错，里面是比基尼，可是，这样子，这样大家看得到吗？这样可以吗？有露一点点。哎、欸，这样已经哎、欸，你这样尺度很大哎、欸，因为大家也想看，因为我觉得这款上衣其实是跟去年是一样的，就是它的罩杯是很厉害的。如果你是小胸女的话，我觉得效果会很好。然后我第一次穿这个泳装的话，我就是其实我不知道有这个效果的感觉，因为我没有绑紧。就是如果你们这边要绑紧跟后面要绑紧的话，其实那个效果才会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叫什么？这个泳装可能要请别人帮忙绑，就是你要帮人家这样拉很紧，绑紧也比较安全啦，就是才不会松脱这样。啊、最好是绑个死结。你们刚有人有买这件泳装吗？还是去年就买过了？但是今年我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它不一样的地方。欸、我去拿红色的。一些比基尼的小细节，就是今年跟去年在不同的比较一下。哎、欸，我在镜头里面都曝光了。对啊，我刚不是说会露馅吗？我以为这都是你背后哎、欸。那个叫什么？好可爱哦、喔！这是那个上衣的部分，然后它的罩杯是一体成型的，它不是分开来的。然后这个不要看它这样很简单，其实它非常的厉害的一个罩杯。然后，如果去年有买过我们泳装的话，其实就我想说应该就不用再多说了。但是今年有不一样的就是泳裤，大家有发现泳裤里面有做配色，然后我觉得很可爱，很可爱，这是一个很少女心的小细节。对，它是一个很少女心。然后泳裤的话，啊，好吵。泳裤的话，其实跟去年的版型是不一样的。就是如果你拿去年跟今年去比的话，其实它的版型，因为我们今年的版型这件泳裤其实修改了非常多次，没错，就是所以对，原本是想说快一点上，但是它其实修改非常多次，它是插在它比较做消臀，是比较会提臀的效果会比较好，就是更好，它的剪裁效果是更好的。然后它的内里，去年的话它是配就是只有单层的泳裤，所以其实就是比较单薄，然后比较容易挤肉。但是今年的话，它我们是做了双层，它这里面的布啊，其实跟泳装的布是一样，就是一样是非常有质感的。然后大家如果有收到这款泳裤的话，其实会发现它的内里是带一点珠光的颜色，珠光的粉色，是很可爱的粉色。因为一般的话，它是做有些是做单层的，单层的其实就是比较那种，对，或是做肤色，就是一般来说大家看到的泳装应该里面都是配肤色的内里。对，其实然后我们就是想说，配配看其他颜色的内里会不会比较可爱。然后这个粉色其实也是我们去挑选的内里的布，是一样都是跟泳装一样是有弹性的，非常舒服。然后对，就大概是这样子，觉得可以买。黑色的话也是配粉红色的，对，这是跟去年不一样的地方。黑色的，对，黑色是配粉色，好像比较欧美一点的感觉。对，而且因为它那个上面的那个款式也是做那个那个，它你上面的这个没有，是配肤色，他们是做肤色。对，好，没事。你说你要说什么？它没有分开卖哦，它是就是一个套装。对，我看一下大家的问题，有珠光就感觉很有质感。要买去热带，玲玲你要穿去热带国家，好好，我也好想去热带国家。红色很显白，没错。可是我现在自己穿黑色，因为我平常好像很少有黑色，应该是说完全没有黑色这种东西。然后可是我穿起来，我觉得好像变得很成熟。我看一下哦，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去换衣服。水水泳装 size 最大罩杯，其实是分 S 到 L 号。对。然后选尺寸的话，因为S 到 L 的罩杯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看你们的上下胸围是多少再去选购，因为至少你的罩杯要 hold 得住你的胸部，
所以如果你是 A 或是 B 或是 C 的话， C 的话可能如果你很瘦，但是如果你是 C 罩杯的话，你可能就要参考是不是要买 M 号或是 L 号，因为其实绑带是可以，你可以绑很紧也没关系的，所以如果你很瘦的话，其实绑带对你的身材是没有什么影响，主要是你的罩杯，所以是以你的 ABC 的那个尺寸去选购你的 SML 号。嗯，好，我去换。那这边要空乘一下下，因为可宇在开会，所以等我一下。哎、欸，还是我现在啊，我叫帽子。我刚戴这款是这个，后面有蝴蝶结的帽子。我们这次上了三款帽子。还是我可以先，我先介绍什么？发带还是什么？嗯，发带，不然你戴发带给大家看吧。先给大家看，这是这礼拜的发带，都在这边，现在把它用出来给大家看。我觉得今年好像很流行这种比较花俏一点的发带，然后你可以搭一些就是简单一点的 T， 就是平常家里有一些素 T 啊，或者简单一点的 T 恤都可以戴上这种发带，很可爱。这个是大点点的。如果比较不敢戴的话，我觉得可以建议你们可以先以点点的去尝试，然后还有这个樱桃的，这个超可爱的，今年超流行这种樱桃的发带，然后它是做这种双结的，所以不怕不会绑，它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你直接套到头上去就可以了，它就是会呈现一个好像是就是直接帮你扭，就是帮你绑好的蝴蝶结。樱桃超可爱的，他们 都是做扭结的，这种双结的设计。对，嗯，水果普普风，这个，哎、欸，也太快了吧！然后这个我觉得超可爱的，它这个是唯一跟里面不同的，这个是这种的，要试戴。它是这个有上面有一个小蝴蝶结，然后它的蝴蝶结这个是雪纺的材质，然后这个是有一种棉麻感的布料，我觉得这个很可爱。就是戴起来，它这个是唯一跟大家不一样的，这个发带超可爱，我觉得就是夏天一定要必备的发带。我好像可以戴一个，可是我，哎、欸，这是一样是今天上架，而且它的布料跟材质我觉得都很不错，就是它后面是弹性的，它头围会很紧吗？不会，它是有弹性的。好，可以给他试戴给大家看。我想说先介绍眼镜。好啊。我们今天有上了，哎、欸，这是我拿错吗？没有。这是粉红色的那只，就是试戴给大家看。樱桃试戴，好，这样看。好。好。这是粉红色的，就这样。好像镜框会比较大一点。算了，镜框会比较大。好，然后我看一下，它旁边是金边，粉红色的对色。就是如果model 是配这个，然后配粉红色的字T的款式。然后这款的话，它有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一个是奶茶系。它这感觉比较比刚才那个粉红色还要轻一点。哇，这个好，这个比较黑耶。可是我觉得这个版型比较好看，对，这个版型戴起来脸会比较小一下，小一点。然后卡其色其实，蛮适合春夏的，今年的感觉。然后黑色好像就是，好像大家都可以戴的颜色。我觉得这版型蛮好看的，因为也不太会掉下来，就是蛮轻的。而且它有渐层呢，它是渐层，我觉得蛮好看，很韩呢。应该是说不会像那种整片黑的太黑的感觉。然后这款我不知道啊，这是多拿的吗？是哦，我不知道，它就是这一代的。那拿错了。然后发带你们有想看哪个吗？黄色我好像可以先戴。樱桃好了，樱桃先戴。好。樱桃好像有点太可爱了。我是像我本奇怪，好像有点欧美耶。
这样也很可爱。如果你搭一般比较不要这么亮的衣服，比如说搭白色的 衣服啊，或者是这样蛮可爱的。但我好像不太会戴。好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广告的那个，它很可爱。樱桃，你可以这样子拉宽一点。然后后面是今天 Ruby 帮我绑的鱼骨片，特别 settle 了一下，特别 塞了一个海滩的 style， 这样很可爱，还是里面这样的？我不要，这又很可爱，可是我比较喜欢这种黄色、绿色的。那我可以一定就是不要这样穿，这是黄色的，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黄色的，很这样。黄色好像比较可爱，啊，你们还要看发带吗？紫色的，紫色我是觉得，哎，你这我这样子一戴，然后你的发型都乱掉了。这是紫色，樱桃感觉很少见，对，没错，樱桃很少见。我觉得紫色也很可爱哎，而且今年超流行。樱桃的，弄一下衣服掉掉。你这样也可以啊。紫色好像还蛮可爱。头围会很紧吗？你觉得？不会，我觉得不会。刚刚好。可是紫色好像比较紧一点。紫色比较紧。我刚刚戴是觉得这个是中间，然后这个是最松的，这是最紧的。嗯，我刚刚是这样，不过都就是都还好啊。紫色跟黄色很好看。哎，你们我这样子戴，你们真的会买吗？这好像有点，我没拼错吧？有吗 ？CHE RRY Cherry 有吗？应该是，点点的比较复古哦。觉得黑色好像就不用戴，因为黑色就很基本。白色我戴戴看。点点就是比较复古的感觉，但是如果家里有点点的话，可以买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款式。可以像 Peggy 一样这样戴，就是有留刘海的，或者是说你把它整个竖上去没有刘海的都可以。对啊，有刘海好像。有刘海其实很复古的感觉。我不太会用，头发乱了。渐层黑色墨镜找不到，有吧？两色的那个，你再找找看。我是等一下请客服贴。点点的。好，那我就这样继续介绍我的上衣。好，好累哦，流汗。就是，对，就是这里半软的那个，就是我觉得比基尼的话，你可以就是自动再带一个那个字体，然后这款是我跟雅洁的宝宝，然后雅洁设计这个我觉得很可爱，就是因为它每个配色都不一样，然后大家有看到这个插画，因为最近很流行插画风，所以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女孩，然后有人头发，哈哈，这个是雅洁啊，我不知道是雅洁的自画像吗？好像比较像，那这是比较像爱心，这上面英文是写什么 ？Hair，H E A R， 哎 ，Heart，Heart，Heart， 反着看不到。然后樱桃，今天直播礼物就是这个哦，自己任选，这个选自己选颜色，送几个人？送两个人，送两个人。我自己有想问 Peggy 穿着裤子，你还没介绍吗？还没有，我刚才介绍发带，然后可以这样子卷，四个卷怎么卷？就是把它拆掉，它其实版型是，你也可以这样单穿，就是里面是穿泳裤，然后直接这样单穿的这样。你这样真的很像在海边哎。对啊，今天有没有人帮他海边？有没有人帮他去背一下？然后绑的话，我是后面的话一样，就是先这样挖起来，把它凹进去，让它变成短版。然后前面就是抓一撮像马尾这样，然后这样绕绕绕，看你是要绑在侧边，如果你想绑在侧边，你就绕侧边，就先抓在侧边；如果你想绑中间，就这样抓中间。然后我想要绑侧边的话，我就是先这样子，先抓在侧边，然后抓一个马尾，这样子绕之后，再变成就是再变成这样子凹进去，拔出来，就这样，这样子就变，就这样就绑好了，其实很简单。然后就有点很像狗仔的感觉，在这
或是你可以这样子绑成两撮吧，就是这样最简单的，就这样绑两撮也可以。然后牛仔裤也是这周的新品，然后是这边是双扣的，其实还蛮适合这样搭去海边的。这样子好看吗？我想，因为我想要再更短一点，想要再更短一点，我就把这样卷好。看起来好像去海边就可以穿短一点也没关系。然后我腰围的话是。我是 S 号，我现在是穿 S 号，我腰围是刚刚好，就是舒服的感觉，大概两根，四根手指，大概这样，正常的啦。然后，好像没什么，就是我现在穿浅蓝色。啊，这个衣服是不是有一个颜色是买不到的、啊？对，你有收吗？没有，还没送完，对不对？还没吧。就是 Peggy 身上这个有黑色的，是买不到的哦，只能就是只有用送的，要满1600块就会送一件哦。这件多少钱？这件390吧，我记得。送这么好，黑色的配色是什么？有在那边吗？黑色是配粉红色，红色没有在那边。这种都没有吊牌啊？知道了。然后。好，大概什么问题？我像是穿浅蓝色的，浅蓝色的 S 号，没错，高腰的，没错，是高腰的裤子哦，是做双扣的。好，那我们换口语。嗨，我刚刚在开会，我本来还要卷头发，但来不及，而且我今天这边长了一个痘痘。我自己帮我今天的直播命名为洋装特辑，我今天要穿很多很多洋装。这件你是不是之前就已经很久就穿了？对，我之前在四月初的时候有穿去济州岛，然后那个时候就超级多人问，超多人问。那个时候穿的外套是那个时候的新品，可是这个是现在才上。然后我昨天 PO 我穿那个棉麻外套配这个，然后也是一堆人问我那个外套，可是已经卖完了。所以大家看到喜欢的衣服真的是要。不要犹豫，不要犹豫。然后这个呢，这个已经是我的最爱版型了，就是它那个版师已经帮我把这件洋装的那个各个尺寸已经记录下来了。就之后我也要做洋装，都是用、这个、你认真的假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版型我很喜欢，它是高腰的，然后在这边，然后从这边再开始做打折，然后就是有点娃娃装的感觉。然后洋装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要有口袋。它有两个口袋在这边，这样子。我跟你说，可鱼最贴心的是，它每一个洋装都会做口袋给大家。然后它的短袖是到这边，我觉得其实也很适合去海边，然后也很适合去只要出国玩，我觉得都蛮适合的。你妈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去济州岛的时候是没有戴帽子，然后是配灰色的袜子，但现在没有。但我觉得配草帽也蛮搭的，其实。就好像蛮适合去海边的，我的宝，对啊。然后商品单价变那么高，因为我们这礼拜上了很多很多的新品，这礼拜大概上了60几款，然后里面有一部分是韩国直送的，就是跟韩国的配合的厂商，然后所以他们本来就是韩国的商品，所以就是比较贵一点。那但是我们自己原本。就是像这件的话，就是还是我们原本平常的价格，韩国同步流行款。对，然后这个的话，我觉得它的花很特别，就是它不是那种碎花，它有一点像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蒲公英吗？还是叶子的感觉？就是它不是花，它比较没有那么甜美，它比较像文青一点的感觉嘛，我不知道，比较有气质一点的。应该算是我们之前的碎花都不是属于这种的花，之前是真的是之前都是花瓣的，给大家近看一下，这个是有一点那种就是很像一撮的一丛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这个花布很可爱，然后给大家也看一下黑色的。如果大家怕白色会显胖的话，其实也可以穿黑色的，也是可爱的。大家看一下黑色的花，黑色是有一点白跟灰蓝的感觉，然后白色的是比较深蓝跟浅蓝的感觉。这件我真的觉得很可爱。然后呢，如果你要配这礼拜有上的这个针织包，其实也是可以。这是不是有绿色？对，因为我刚找不到，因为应该是配绿色是比较搭的，就这样就可以去海边了，很夏天的感觉。这整套就是可以直接买下来，因为就是夏天就可以这样穿。然后这个啊，它里面还有一层内里这样子，所以它这边会有一点蓬度。然后长度的话，我156穿起来是膝上，
所以如果说很高的女生可能尺寸就要选大一点。我156/156，好，就介绍到这，有点热，会不会很热？不会，是因为现在这边有点闷，但是这个不会啊，因为它你下面这么短，哎、欸，蛮凉的吧，而且又不会很贴身。哎、欸，我要去换这一套。娇小的人穿很可爱，对，小只的女生可以穿。我156穿起来到膝上，所以如果你153/150的话，就是大概到膝盖左右，就是正常洋装的那个长度。绣花上衣，哪绣花上衣是哪一件？哪一件绣花上衣？你可以给我品名吗？蓬袖绣花上衣。Peggy 在旁边跟我摇头，他说他不知道。好，我要去换下一套了。穿起来很舒服，它这个就是棉的材质，还是格纹的、啊？蓬袖格纹，哪一个、啊？还是你来看一下那边有没有类似像蓬袖绣花，感觉很像这一款上衣，小清新，小清新蓬袖绣花上衣，哪一件？不知道哪一件。好，这个也算是。比较海边的感觉吧，好像就是可以拿去草帽，比较气质的人在海边，没办法那个。我刚刚那个手指，因为这个袖子很可爱、欸，它就是设计到五分袖，然后打折的这样感觉。现在好像很流行蓬袖，对，很流行蓬袖。然后它是有点做一点小高领的设计，就是有点小高领的感觉。然后洋装我觉得很可爱，因为它是有点做是高腰的，然后是短版的，短版的洋装，然后我是158公分，膝盖上面半个到一个拳头的位置，因为肩带它是不可以调的，所以就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喜欢的长度。就是我觉得如果单穿的话好像也可以，好像啊不行，因为它是做低的，哦可能会曝光。对啊，然后后面它是有做松紧带的。路边，我给大家看，这里就是它是这种松紧带，所以不会觉得是勒勒的那种感觉，是舒服的，是舒服。然后它这个洋装有三个颜色，等一下可以会穿另外一个深蓝色给大家看。然后我觉得可以这样子搭，我觉得很可爱。官网是搭绿色的，拍傻了，就是好像是搭青绿色的上衣，可是我觉得我喜欢这个紫色。很可爱，很适合你。你要给大家近看一下它的抓手吗？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这个，它那个抓手很特别，就是这种的。它在这边打折，打折在底下这边，对，所以它其实不太会显很壮还是什么。它的袖口是偏有一点点合身，所以你们看一下，就像大概是这样子，就是它下面是这样竖起来的，对，所以会比较有一点点的合身。然后帽子的话也是这礼拜的新品，我觉得这顶帽子很可爱，让我想到阿尔卑斯山的少女孩，对的感觉。阿尔卑斯山的女孩，因为你戴起来之后很可爱，就是你可以从前面的话可以看到它后面的缎带，很可爱。我觉得背面应该也很可爱，背面，对啊，而且你刚好今天要绑辫子，对，它的绑带是可以自己调的，很可爱。然后它有分两个颜色，一个是深蓝色，一个是黑色的条纹。这个算是硬的还是软的？算中间的、欸、就是有一款是有抽虚的，那个是最软的。哎、欸，这个会一直跑起来，可能是腋下太低了。它是叫什么？中等，就是。不会，算是中间不太会，应该是说像硬的，如果硬压就会变形，但如果这种的话，你就是放在行李箱最上面应该是还好。我是等下可鱼带那个是最软的，就是可以参考一下。嗯，好，应该没问题，我去换。比较硬的哦，收纳的是不是？卡其没有。好。好，噔噔，我其实哎、欸、，Peggy， 你等下应该跟我站在一起啊，才要符合今天的主题，不是维他命色系穿搭吗？我跟 Peggy 的穿搭乍看之下是一样的，但其实我们两个上衣是穿不一样的衣服。
然后洋装是同一件，他穿的是米白底，然后有粉红色的花，我的是黑底，上面是，这应该算是卡其色的花吧，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是配黄色的上衣，你应该跟我站在一起啊，很可爱，好可爱。你的头脑是怎样？头脑，我们两个戴帽子的状，我有点像鲁夫哎。好，然后我要来介绍这两件上衣有不一样的，哪里不一样？哦，对，不一样。哎，我这个很重，就是 Peggy 穿的呢是这个，就是她在这边有做蓬蓬袖，就是有点公主袖的这个折线，转这边这样子。然后它也是短版的吗？还是正常版？它应该是正常版，就是长度是正常的，但是就是在袖子的部分有做公主袖的设计。嗯，然后我穿的这件呢是短版的，现在塞在里面看不到。它是穿起来的话是你看比刚刚的明显短很多吧，就只有到我的肚脐而已。它是短版的，然后下摆是这样子散开的，看得出来吗？它不是这样子直的下来，它是有点散开的，所以你要下面配短裤，就是紧的短裤或是BK 裤也是可以，只是我现在把它塞进洋装里面也是可以的。有人按门铃了，所以可以看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种剪裁的上衣，然后去选你里面，如果你要买这样子搭配的话，你可以选你里面那件喜欢哪一个，因为这两件有一些颜色是一样的，我记得是啊，因为我刚好看到这个也有绿色，这款材质是一样，应该是差，应该是一样的，应该是一样的，对，颜色一样，应该是一样的。细肩带露肩蓬蓬袖上衣，啊，我知道是哪一个，就是这边细的，然后有半截的那个。你赶快去换，等下去看看。嗯，然后我戴的帽子也是这礼拜刚刚忘记介绍了。刚 Peggy 有说我这顶是最软的，它是这么软的，这么软，这么软，所以这个应该比较容易飞走吧？因为它没有绑，因为它比较轻，但它可以卡，直接卡的头，对，然后它的边边是这样抽虚的，比较随性的感觉。然后蝴蝶结不是蝴蝶结，缎带就是黑的，但是在这边有一个，拍得到吗？这是什么、啊、像蝴蝶结但没有两个耳朵，就只有这样。这个跟 Peggy 刚那个比起来就是比较软，然后 Peggy 的缎带是条纹的，然后呢它就是这样带。我刚刚那一套也是搭这一顶，然后这一套也是搭这一顶，所以它其实蛮百搭的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比刚刚那个更，因为它就是比较基本，更好入手。 对，因为它比较基本一点的，比较不会跟你的衣服撞到，或者说你觉得太显眼啊。刚刚有人说太显眼不敢，那你就可以戴这个比较低调一点，很基本的。但是我觉得夏天好像还是要有一顶草帽。对啊，夏天一定要有一顶草帽，还要有编织包跟透明包。这个收纳是软的比较好收纳，还是硬的比较好收纳？应该是软的吧，应该是比较好收纳吧。这个折了应该就是你可以折吧，你可以这样折，然后放进包包里面，行李箱之类的，然后再塞东西在里面让它恢复，这样子。草帽太百搭，对啊，其实我也不知道草帽竟然可以配刚刚那一套，又可以配这一套。哎、欸，草帽的缎带是固定的哦，它是它不会，它没办法拿下来，它不能也不能转哦，它就是固定的。这个在这里，然后等 Peggy 回来之前再想一下。哎，刚刚有跟大家讲这礼拜有很多特别企划吗？还没讲。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就是 Ruby 上面那个直播的内容写的，这个礼拜除了礼拜一的新品之外，还有礼拜三的特别企划跟礼拜五的特别企划。礼拜三呢是跟一个人有关，我想说我刚才还转不过来，是跟一个人有关，跟一个英文字母有关，就是跟这个英文字母有关，大家应该猜得到吧。然后礼拜五是跟一个会跟我们一起变漂亮的好朋友有关，这样讲还可以吗？我以为是元宵在猜灯谜。哎，有人猜对礼拜三的，礼拜五是一个动物，对，可是他这一次会跟我们一起变漂亮，他们是兄妹，对，是兄妹吧，对，兄妹。好，我要去换衣服，想看编织渔夫帽。哇，你好美哦，你好美哦，你怎样？我想说这套大家都猜到，哎，这个跟小羊穿去宜兰的那个芒果黄洋装很像，莉莉的那件，对，莉莉的那件，就只是变成它只有上半身，对，好像是，哎，材质也蛮像的，材质是同一个人的，都是小英的，不知道，这个好像是雅雅的，那应该就是很像的。
我想刚刚有人说要看这套，应该是这个吧，细肩带露肩长袖，露肩袖上衣，然后没有然后，这个需要穿平口内衣，因为这个身有点太露了。然后它这个袖口这边有做这个绑带，而且它的绑带是超特别，是它是麻绳还是什么绳？这是可以调的吗？你要帮我调了？是可以调，是可以调。调完不知道会变怎样，model 不知道是拍的还是它其实不能调、啊。它是可以调整的，可以调整。哦，变成蓬，就是有点像蓬袖那种感觉。所以一边是喇叭袖，你可以穿成喇叭袖，也可以变成蓬袖。牛仔裙也是哦，这套好像就比较没有那么的休闲，因为但是因为我戴了头巾，所以发带啦，头巾，头巾。哎，这样好像两边感觉不太一样，就是一个很像宽袖，然后一个是有点像蓬蓬，就是公蓬蓬的公主袖。比较喜欢哪一个袖子、啊？这个好像比较有一点成熟的感觉了，对，就是比较优雅一点。但是这个的话，好像就比较可爱，比较多我就是比较多我们常常穿的上衣。你们喜欢哪一个感觉嘞？好像都不太一样的风格。因为这套好像比较素，所以我觉得可以搭一个头那个发带，然后绑卢比的鱼骨辫。因为他一直讲那头巾，对，我一直想讲头巾。然后，而且我觉得发带绑那叫什么鱼骨辫啊，或者是辫子，超美。或是你就绑包包头，对，或者你可以绑包包头，就包头，超美的。包头好像也蛮适合海边的。很美耶，蓬蓬袖比较喜欢是吗？然后牛仔裙，接下来介绍牛仔裙，它这款也是新品哦。它有两个颜色，然后它绑带是，我看一下，它的绑带是可以抽掉的，这个绑带是可以抽掉的，就是可留着蝴蝶结，也可以不要蝴蝶结，可以不要蝴蝶结，可以不要蝴蝶结。然后我现在穿起来感觉就是腰围是合身的，就是。几乎是因为它算是高腰，所以几乎算是就是很合身这样子。嗯，有点做 A 字裙的剪裁，158公分，很可爱。你是穿浅色的吗？对，我穿浅蓝色。Peggy 是穿浅蓝色的，比较基本一点。其实我们牛仔裙都还蛮好看的，对啊，剪裁。而且我们都是基本上都是做 A 字的，所以其实也蛮显瘦的。对 ，Peggy 穿 S， 去海边穿这样好像也可以。对啊。只是牛仔裙好像腰围比较合身，好像会比较紧绷。如果坐在沙滩上的话，上衣颜色我因为我刚刚想说很多颜色，可是我挑了黄色，因为我觉得黄色而且刚好配上你的那个发带有黄色。对啊，你也不然你也买粉色，然后配粉色的发带，其实也可以。这样也可以，对啊。对，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然后刚刚有人要看那个细肩带的洋装，对不对？我去换换看。清新，对啦，你刚刚说这个清新女孩棉麻细肩带洋装，我去找，看一下，不能，现在空城哎、欸，大家还有想看什么东西吗？等一下 ，Peggy 可以换给大家看。傻眼哎、欸！可以来了。嗨，刚刚有人说他要想看这个这一顶编织渔夫帽，这个是上礼拜 Lily 的、啊，不是这礼拜的，不是这个是礼拜上礼拜 Lily 的，但是编织渔夫帽没错吧？就是这一顶吧？他是在问这一顶，觉得这样也蛮可爱的。上衣是礼拜三的，然后也就是明天的，然后裙子是这礼拜的，其实也卖得很好哎、欸。它是秋冬的时候有一件这个也是这样子点点，然后拼接蕾丝，然后是中长的。然后那个时候小杨在出了过了一阵子之后一直穿，然后就蛮多人问的，所以后来他就请我做了一个短的，然后就稍微的修改了一下就变成短的了。然后短的颜色有三个比较多，因为我记得长的好像只有一个，长的好像只有黑色。对，我现在穿的是黑色的，然后这个是深蓝色，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
看出来吗？看出来，它是深蓝色。然后这个是卡其色，卡其色很可爱。我个人觉得卡其色蛮可爱。如果你有买到字，其实上面的字有卡其色。其实我现在这样好像也可以，你现在这样也是可以的。如果你的字体是自由卡其色或卡其色的图案的话，配卡其色的都蛮特别的，因为这种点点裙其实比较少出卡其色。而且你这样好像其实也可以戴草帽。你说刚刚那个吗？我刚刚也在想，也可以戴，好像可以戴草帽。可是我想说，我需要三套都戴草帽。可是我觉得这个帽子也蛮搭的、啊。对，另外这个帽子也很搭，因为这个帽子其实也是百搭。对，大一在点菜，是你们有请他们点菜吗？我们刚刚我就问大家想看什么，这样就是去海边啊，这样好像也很可爱、啊。然后这样比较是留在城市里，留在城市里。对啊，就是如果去逛街，好像也是可以这样，就是蛮韩的吧，因为韩国女生很喜欢戴渔夫帽。对，然后上衣很可爱，很舒服，很好搭，是明天的，偷偷先透露一下。明天有皱皱裙吗？有哦，大家等的皱皱裙终于来了。刚刚戴的黑色眼镜什么时候会上架？ Peggy 刚戴的黑色眼镜，有一个渐层的黑色眼镜。没有，黑色不是这礼拜的。渐层的那个黑色不是这礼拜的，真的假的？对啊，看得出来蓝色。想看卡其，这个头围比较小吗？咖啡色的，你说这个吗？裙子有机会再出场的吗？可能之前那件，对啊，可是之前那件好像卖完了，中长裙的卖完了，这个可能要问一下，因为现在出的话。太热了，我穿 S 号，这一款腰围应该是偏大一点点，可是因为它比较软，所以如果你有塞衣服的话，其实应该是还好。我穿就是刚刚好。帽子可以调什么？是这一顶还是刚刚那一顶？你是说这一顶吗？两个的边缘是可以这样，就是调成你自己喜欢的样子的，就是有钢丝，但两个的头围都没办法调整。这个其实它的这个编织的这个组织算是。挺的耶，它是有点粗粗硬硬的那种绳，棉麻绳吗？就是它是挺的耶，就是你看我怎么乱折它的这个帽檐，它上面都还是挺的。对啊，这顶好好看，这顶是 Lily 的哦，大家可能要在左边那个栏位那边按配件里面的帽子去找一下，那个韩国 model 戴的这一顶就是了。我的耳环是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上耶，可能有夹式的吧。可以自己凹形状啊，自拍的时候可以这样。明天新款式很多吗？还好哎、欸，礼拜一比较多。对，礼拜一比较多。啊？明天不是蛮多的。可是再怎么样都没有昨天多啊！昨天大家知道我们上了几款吗？60几，快要70款，超级多啊！我刚背了一个包包，我忘记介绍了，也是这礼拜一上的，我觉得很可爱，是白色的。还有另外一个，这边有透明，另外也是紫色吧，嗯，这也是韩国的商品，韩国流行直送，然后它是这样抽绳的水桶包，其实它里面可以装很多东西，而且我看 model 它是把提袋拿掉的，对啊，就是有一个，它这样提耶，这样不会掉吗？就是如果比较随性感一点，可以拿绑带那里，因为它还有一个小口袋，里面超级大。应该可以放行动电源、气垫粉饼、口黄、梳子，还有什么？卫生棉、防水的。防水的太大饼了，这个真的很大，就是不会怕小包东西都装不了，然后就可以这样把它拉起来，不然不是很会用。这样竖起来，它是透明的袋子，然后用今年最流行、夏天最流行的元素就是 PVC， 就是这个塑胶，然后这个中间也可以放手机啊、悠游卡啊。哦，它这个是可以分开的。口红，你觉得漂亮的小镜子也可以放在这边，因为这样子外面的人就看得到。你可以把你的电话号码放在这边。开玩笑的，一字荷叶上衣，我等一下会穿哦。换配比。好。刚有人说想看这件棉麻的，现在很可爱。但是因为它很透哎，它这个白色有一点透，它没有做内里，所以我里面穿了，先暂时穿了一件牛仔短裤。对，其实也看不出来是牛仔短裤，看不到好吗？看不到吗？会以为是，因为我今天穿的比较重，所以如果要穿这件，可是有习惯的关掉。棉麻是一件长装，现在正在穿哦。买这件的话，可能要搭一下，而且它这个比较低，所以你要搭小可爱在里面。对啊，你干嘛？想想它会透、哦。对啊，它这个有点会透，白色会透，其他颜色
我等一下看一下会不会透，但是白色的话会透，就是要自己内搭，不然就是要内搭。我们之前有出那个安全裤裙，它是裙子的，就是比较不会看到你的裤型，就是它是一片裙，我觉得那个好像比较好，就是变成像是内里裙的感觉。会露胸吗？这个会露胸吗？会，这个要内搭小可爱。所以这件让它比较松一点，所以可能里面还是要搭一件。但是我觉得这件单穿的话是漂亮的，嗯，就是很像，就是蛮有巴黎的。对对对，很度假感，很可爱。对啊，再搭帽子。因为它是做不修边的，所以我觉得蛮可爱的。嗯，对啊，所以我刚刚想说选白色会不会太丑？你看这顶草帽又可以再度可以搭配，超好搭。看一下啊，这个草帽，它这边可以调松紧，刚好有点太紧。哎，它里面有松紧的。对啊，这边可以撕开，它是用撕的去粘起来。这个很贴心哎、欸。我刚戴好像太大，这样可以压下来一点。而且这草帽很轻哎、欸，就是是最轻最软的，就是最轻最软的，就是这个。草帽蛮好搭的，因为它有点抽虚的感觉。嗯，大家还有想看哪一件吗？我是158公分，然后现在已经快要到我的脚踝了，就是大概是超过小腿的部分。看这样，它没有它有口袋，两边有口袋，在这边。前面的扣子是可以开的，是真的，是真的可以开的。原来可以调帽围，可以，它这款可以调帽围，而且是魔鬼粘的，很方便。对，看一下，刚刚那顶草帽断带的，是啊，是另外一个，阿尔卑斯山的。那你抱来，在那个挂在那个衣架上，是你是说这顶吗？我看一下哦。对，但是我们要做它蓝色上。对，这个它还有咖啡色的，咖啡色跟蓝色，这样搭起来好像也可以，好像比较可爱一点，比较可爱一点。刚刚那个比较成熟一点，而且它的这个帽围比较宽，遮的太阳比较多。对，刚那个比较，而且刚那个如果风吹的话，感觉会比较容易飞走，因为它比较轻，但是这个比较重一点，而且这可以这样拍照。哇，两张可以调长度吗？不行，它不能调、嗯。它是做这种的，它是没办法做调整的。这边都有做抽虚，这边都可以做抽虚。你看它什么？哦，好。它不能调哦。这顶比较美吗？你们觉得这顶比较配这个是不是？好像不错。缎带是，它是。它其实是固定的，但是你的绑带是可以调的，就是它是可以调的、哦、你可以调，但是它的缎带是不可以拆下来的。嗯，是这样。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而且其实我们出了蛮多耳环的。对啊，那个樱桃也不错，可是我拿下去了，没有拿上来。有人听到这是 Blackpink 的歌。对啊，我最近狂被这首歌洗脑。大家要买想买的帽子吗？这礼拜配件很多哎、欸，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一个非常丰盛的海滩的穿搭的夏天，可以持续回购的配件类。对、啊。哎、欸，我刚才是在正中间呢、欸，我刚才在正中间、啊。哎、欸，这个包包，但是紫色比较可配你身上、這個。这包包刚刚有人介绍吗？这个包包很卖很好哎、欸，刚刚有介绍，有介绍了，哎、欸，那个条纹的有拿上来吗？没有，都没有拿上来。还是我帮你戴啊？可以，等一下戴那个发带给他。可以示范短头发的。对啊，短头发。你好像，因为可能没人看过你戴发带，还是要绑，哦，那你前面应该要留一点。你这样好像小魔女哦。小魔女，看一下哦，背后镂空背心，我看一下，白蕾丝缎带草帽，那个是搭，哎，那个是可能不确定之后会不会上，嗯，目前是没有，
小清新蓬袖花上衣。哇，大家许愿很多款，可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我等一下看一下。没事的话，我想说比对给大家看一下，我再次比对这个 T 恤，粉红色，粉红色它是有点偏向草莓感觉，就是它是配绿色的这个插画，它这个绿是有点荧光绿，所以就看起来比较春夏的感，夏天的感觉。然后红色，其实红色我觉得就是算是基本的，就是比较抢眼的红色。红色如果搭白如果你有其他颜色的比基尼的话，大家你们现在帮我看，红色，然后配的是白色的插画，白色画，然后黄色字，你到底在说什么？好，好，可于示范短发的。嗨，刚刚有人说想要看一字领，所以我就去穿了。其实我今天自己也是穿这件上班的耶。当这发带戴的时候遇到一点困难，因为这边其实我应该要用电棒卷一下的，但因为我刚刚被抓去开会，所以就没有时间卷了。那很可爱。然后这个上衣啊，我要说它虽然是显瘦的一字领，因为我平时不太常穿一字领。你好像很少穿这种，对不对？对。可是其实我要跟大家讲，我先让大家看一下它一字领的样子。然后它这个雪纺是很舒服，然后我觉得这个紫色很衬服，是很漂亮。然后下面搭个白短裤或白裙就很好看了。然后呢，如果你是像我一样比较肉的女生，锁骨没有那么明显的话，我其实建议你不一定要把它这样穿成一字领，我觉得可以就是这样就好了。因为其实我自己是今天是这样子上班的，其实也不会很奇怪，而且这样比较显瘦，因为它把就是这边的肉也稍微遮起来了。然后这一件才390，很便宜哦。对，很便宜吧。然后它就是很轻便，你随便穿了就可以穿出来。它的材质很舒服哎。可余的短裤，这不是这礼拜的、啊，这是之后也是之后特别计划的裤子。然后这个啊，其实像我今天是里面是穿 bra， 其实是有这个肩带的，我觉得露出来也不会很奇怪。我今天上班就是这样上的，完全恢复原本的样子。这边真的应该要夹一下啦，这样有像有一点呆，但是樱桃真的很可爱耶，很可爱。短头发，哎呦，短头发女生的话可以这样戴，它你可以留一点点，就是有刘海这样。就是这边啦，你这边如果像。对对对，刚刚 Ruby 教我的就是你这个套到这里之后，你在套上去之前，你要先把你要留的刘海这边先抓出来。可是你这边最好是用电棒这样卷一下，或者是平板夹这样夹外翘的话会比较可爱，比较造型一点。然后这个上衣我真的很推荐，它也有很多颜色，黄色、紫色什么的，然后才390，我觉得就这件应该算是隐藏版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件。因为大家比较多人，更多人买的一字领是有一个这边有格纹荷叶，然后这边有点修身的。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要买就是简单一点，不要再格纹荷叶的话，就是这个就是百搭。然后上班其实也可以穿，出去玩也可以穿，就是看你怎么搭配。你这下面如果搭那种比较西装裙的那种 A 字裙，其实就可以上班。然后像我这样戴发带，然后比较休闲的短裤，这个紫色很可爱，这个紫色非常的很温柔的，一点都不温柔的紫色，是雅雅的特别喜欢。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这样也知道，才露怎么会才露这样子？怎么会才不是怎么会雅雅的？怎么会联想到雅雅的特别计划？我也是好惊讶。然后它这个除了这边的领口是做缩口之外，它的袖子这边也有做袖口。可能说可于穿了才发现这一件。对、啊，而且这件就是如果你要凑免运的话，对，你买比基尼要凑免运的话，就可以买这件。好像可以搭配一个，这件才390。然后这个它这边，因为它这样子缩口起来，所以它这边也有一点蓬蓬的效果，也是蛮修饰手臂。我觉得肉肉的女生想要跳一字领的话，真的可以就是考虑这一件。然后如果临时要去约会的话，就这样拿下来，直接一个拉下来，就变成一字领了。然后上班的话就可以像刚刚那样，因为这样子，因为不管怎么样，一字领它你举手，像我刚戴发带，它就是会往上缩，就是你要约会的时候，你再把它拉下来就好了。肩膀宽穿这个会不会不舒服？它这个松紧带算是紧的，所以它才这边竖的起来。所以如果你肩膀比较宽，可能要穿那种比较宽的那种，就不会那么紧。对啊，这个紫真的很漂亮，格纹荷叶边，还没有，我们今天要穿很多套，因为太多了。
感觉要一直拉。如果你要维持一字领的话，其实你的手不要举超过这一条线，它都不会举起来。就是我现在这样子，它是不会举起来。可是如果你通常大部分的一字领，你只要举到这个地方，你刚刚这样子的意思，你举到这个地方，它一定会滑起来。可是我觉得，因为它的松紧带够紧，所以你这样子正常的做事的范围其实是不会滑掉的。打电脑的话应该不会滑掉。打电脑的话对，打电脑文书处理的话也不会。送餐给客人的话应该很适合坐在办公室。对，只是因为你不需要无时无刻都是一字领啊，因为这样也是有点累，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子就好了。像我今天一整天上班的时候，就是只有这样子就好，因为他这边这样缩在这一圈，他这边也有这个抓皱，所以也是漂亮的，感觉像是两件衣服。好，我要去换下一套了。Peggy 换了刚刚大家点的那个无袖蕾丝绣花上衣啊，蕾丝绣花上衣。哇，这看得到我屁股哎。然后这个牛仔裤也是，这件上衣，刚有人点餐，所以穿给大家看，它是短版的，很可爱。然后一样就是它是全部都是蕾丝，就是整块就是。棉感的这种蕾丝，有花的蕾丝去做拼接成的，然后里面的小可爱是我自己另外在搭的，所以它原本会透，就是它自己在搭小可爱的背心这样子。然后旁边这边就是做荷叶嘛，穿起来大概是不用扎的，就不用扎的一个长度。对，腋下这边还好，不会太低，就是大概这样。而且这个裤子的背面还有一个小特别的小细节，它是有割破的。我想要顺便讲。哦哦哦，你顺便讲。对对，顺便讲，你就穿后面先给他上衣这样，给大家近看，它是就是镂空的，镂空的，雕花的感觉，看起来有气势。对啊，而且它其实也是算是修饰手臂的那个设计，因为它的这边整个。是都遮住了，看不太到，对，都看不到，就是一个很可爱的。然后裤子，我现在穿的是深蓝色的，蛮显瘦的。嗯，它是我们也是 PS 系列的。然后它的反折，大家看到下面吗？看得到，看得到。反折，嗯，它的反折其实是可以调整，自己调整吗？对，它原本是，它原本是可以这么长的，它是这么长的，但是它是故意做长，然后是可以反折。就是你可以自己折你想要的长度，就是故意设计，因为其实韩国之前还蛮流行那个反折的牛仔裤，然后、這個、而且他们都会故意反折很多哎、欸哦，真的吗？啊、你说我这样还不够多？就有些我有看到很多的，但是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依自己喜欢的长度去调整。对，然后它因为反折的话，它还蛮贴心，就是它这边有做这个颜色的配色，就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单调。然后我穿起来的话，我是穿 S 号，然后是有一点就是合身，正常的合身，但是因为这块面料它是有弹性的，所以不会到很不舒服，就是它是算是舒适的感觉。哎呀，可以很自由的。对啊，比较贴身。好海边，因为现在这礼拜上都是很非常适合海边的单品。对，其实。也不一定说这件一定要穿去海边，对啊，只是想说可以这样子搭配，然后有一种海边的感觉，就是、或是这件上衣好像可以搭窄裙这种，好像也很气质。对，因为它下面其实是做散摆的，所以我会觉得下半身好像就是要搭窄，就是合身一点合身的。如果你下面还是再搭像这种这样散宽的，就会整个这样子，你就会整个这样无限延伸，就是看起来会比较胖。对。但是如果你下面搭合身一点的短裤啊，或是长裤，我觉得都 OK， 就是可以这样。这套好看吗？还不错、啊，小杂志今天晚、嗯、今是今天晚上吗？对，今天晚上应该会有。是吗？对，好，好。帽子哦，帽子好像是之前的吧，还是还没上架、啊？我记得戴过很多次嘞。之前的吧？之前的吧，好像是之前那吧。大家上去看看。哇，这是明天的，这是明天的，可以曝光了。对，明天的，明天的，想啊，先给大家看的，很可爱。因为之前有人搞混，我穿那个红色的 Lily 那件，他问说有紫色、这个，应该就是搞混这件吧。这个，但是这件的话就是明天的，它可以一起，也可以分开。你们刚刚已经有先透露明天的企划，讲一点点而已。哦，这件很可爱，英文字母有关。对对对。
那大家看到这个应该就知道了吧？就是这个标志，这个标志很可爱耶，这样一整套。可以分开买，也可以买一起。哦，它是分开卖的，是不是？对对对对，对，也可以一起买。那，这套要穿吗？看没有想，不用穿都可以。好，就是刚刚大家尺寸很可爱。如果有想要买点点长裙，好像可以买这件哎，就是这件是长的。哦，大家想对，刚刚有一个，但是这我记得这裙子很特别的是，它就是不单单只是松紧带、松紧长裙，它是这边做片裙的。它是这两个长怎样，现在怎样？它是这样子哦。这边是绑带的，它不是一般的松紧裙，其实它是绑带，就是你可以这样子垂坠的，稍微有一点设计感的。对，黑色看不太到，不过就这样，大概是这样子，很可爱。欸，你这样子好像也很可以耶。这样的话，我就是要把这300对对对扎进去，这样扎进去好像也可以。比给大家看，很可爱耶，很可爱哦。而且长度的话，我也很喜欢这个长度。刚好最显瘦的一个长度，露出最纤细的脚踝。还有它分开卖，这样子好像比较好。对, 對, 對, 對，想要买一套的就买一套啊！如果你只想要上衣或是裙子的话，就可以单买。这个有分尺寸吗？应该是有吧。应该是有分尺寸。应该是有分尺寸的。有吗？有，这个是 S 号，应该是有分尺寸。它有分尺寸。好，那我们换我们的可鱼妹妹。真的，大家说。这礼拜的好不好？对，你还有吗？你最后一套了。可以啊。大家都说这样配很好看，那我觉得，我觉得可以这样可以买一套，哎，可以一起买。哎，我们两个人都各穿了五套吗？我不知道，我今天我穿这么多，今天我穿这么多，然后竟然才一个小时而已，我们很快哎。怎么购买？明天到官网哦。这个是刚刚有人说要看小清新风秀。绣花上衣，最好笑的是阿甘帮我查，然后查完之后他说这件是我的，然后他自己还想说这是谁的，我说你取的跟因为名字很没有，因为我听到这个名字我不会想到是这件，对对对，所以我刚刚你们一直讲说小清新蓬蓬秀，小清新蓬秀它什么绣花，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是这一件，原来是我以为是有刺绣配色，我以为是刺绣，我想说我们蛮久，我想说我们蛮久没有出刺绣的，对啊，我一听就走 AA 那个。对对对，小黄花的那个，那然后我就一直想说到底是哪一件，原来就是这一件，而且这件一穿上去我就知道是阿甘的衣服，怎么都知道，因为这个领子还有这个材质就是阿甘喜欢的材质，对，他喜欢这种比较有点气质的感觉，就是他喜欢这种材质，然后这个白色会透，紫色其实应该也会，所以可是我里面今天是穿深色的 bra T， 就是大家可能要穿白色或是浅色的才比较不会透，因为这个再加一件背心应该会太很热，就是穿 bra T 就好，只是穿浅色的。然后配的是刚刚 Peggy 穿的那个牛仔裤，我觉得这个牛仔裤很显瘦哎、欸，嗯，蛮显瘦的。那我也是穿 S 号，就是紧，但是还可以接受的，但是还可以接受吗？对，还可以呼吸的紧。然后我觉得它真的蛮显瘦，因为它会把肉竖起来。它是做 A 字，然后裤款又蛮宽的，所以我觉得它蛮显瘦的。然后我就是白色配蓝色，就是很简单。然后这件除了白色之外，还有紫色的，紫色的也是蛮衬，紫色也蛮适合你。我就是适合各种紫色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领口，领口是有拼接花边的，它是另外再拼上去，对，是另外的，嗯，然后自它的本身是这个，就是阿甘称为绣花，它就是整件绣花的蕾丝，棉质的蕾丝，它长这样哦，你看一排花，一排线，然后一排这个小镂空，这件很多小巧思，对，它这个蛮复杂的，而且它的袖口也是这种，然后蓬袖，蓬袖在这，嗯，它也没有很蓬，所以我也不会知道是这个，它是有一点落肩，肩线在这边，然后它的蓬度是就只有一点点蓬的蓬袖，不然可能就是阿甘很瘦，所以它穿起来、穿起来很，它穿起来是很蓬的蓬袖，我穿起来是微蓬的蓬袖。笑出来，然后它这边的这个袖克夫也是有裹一层，就是跟这个跟霜一样的蕾丝，就是跟大身一样的这个花边，拍不到，拍不到。可鱼穿的比妈都还少，哇哇！我要看一下是谁，真的是太会说话了。这周很伤荷包，没办法、这么多。应该说你们直播都穿很多隐藏版的，他们应该都没有发现。因为现在六月底七月就是开始要准备为夏天 summer 开始制装，这个时候就是花最多钱，又要买比基尼，又要买上衣，
要买什么罩衫、准备要凉鞋、去海边的包包，什么都要买，没有办法，就是大家要认真工作。对，这礼拜帮大家整个。我穿 S 上身跟裤子都是 S， 其实这件衣服也是摆在那边，我不会拿起来穿，但我觉得穿起来很好看的。嗯，有些商品好像都是这样，有一种就是乡村风的感觉。泰勒斯的那种，以前的泰勒斯的那种感觉，你知道 ？Love Story 的那种，这个比喻很有画面哎、欸。弹吉他，弹吉他，你的手机要没电了，坐在那边弹吉他的那种感觉。帽子也是这礼拜的吗？对，帽子它是比较分量，有分量，比较高调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帽子都不会戴平的、欸，我戴起来都是这样，而且都不会掉。它也是很挺，然后它这边边边有一圈黑的，然后一直到后面有一个蝴蝶结，很可爱。这个好像比较有点像是发饰，就是好像可以去度蜜月的时候穿去欧洲的感觉。我怎么转都看不到那个。没关系，我帮你介绍。还是我放在前面给大家看一下。有点罗马假期的感觉。还是也可以这样，也可以戴。那个不好看。这样也可以戴吧？这样不准戴。这样子，它背面是这样，但是因为它这个剪裁是这样，所以不要戴在前面会很奇怪。不戴前面，但是要戴在后面。耳环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上、欸，是不是有上假式的？还没上到，还没上，还没，不知道，大家我等一下去看一下。但是樱桃的，大家有看到这礼拜是这礼拜，明天对，是这，明天会上一个，明天会上一个很可爱的透明感的樱桃的耳环，我觉得可以买一下，而且会很特别的是，又有夹饰，又有真饰，对吧？一起上吗？应该是吧？对，我记得是，我等一下立马被打，对啊。放前面像一只红牛，真的、欸、好有想象力哦！我快要笑死了。但其实帽子是好看的，我觉得是比较成熟感一点点。嗯，对。可是我这样戴，我觉得跟这一套也不会很奇怪。而且这样是被杀哎、欸，就是你如果走路看到前面有个女生，会多看她一眼，你一定会很想要看她正面长什么样。对对对对，会多看她一眼。这样压力好大哦，就一转过来。对啊，谢谢再联络。裤子是双扣，它叫什么？双排扣，对，双排扣 A 字什么的。嗯，可以打牛仔搜寻，应该在前几个就有。它的特色是这边有两颗双扣，嗯，还有浅蓝色跟深蓝色。我现在穿的是浅蓝，然后我跟 Peggy 都是穿 S 号。好，今天的直播到这边结束。实在是这边，那就是明天大家锁定。大乱了，这边已经杯盘狼藉，然后那个试衣间的那个我跟 Peggy 穿的衣服已经能量应该这么，我每次都变这样。好，再跟大家讲一次，今天的直播分享加留言抽海边来去海边八字，来去海边八字 PK 搭配大家买的比基尼哦，然后这个有很多颜色可以自选哦。然后黑色的这个字T是只送不卖的哦，就是满额1600块送完为止，就会送一件黑色的，1600块就会送一件黑色的哦。嗯，它每一件的配色都不一样。然后再来就是明天10点有 AA 计划，然后礼拜五呢有一个好朋友会跟我们一起变漂亮，所以大家这礼拜都要记得锁定官网，每天都可以来刷刷看官网，刷刷看小杂志、啊，每天都可以来，因为上的前一天都会有小杂志，嗯、对不对？所以今天晚上可以看小杂志，然后明天早上逛官网，然后礼拜四再看小杂志，礼拜五再逛官网，官网很忙哦。哎、欸，逛官网三个字超难念的。逛官网啊，逛啊，跟大家说拜拜，拜拜。我们谈。